人出院了，我又有零花钱。我们今晚睡这儿吧，这里好暗。说实话，其实我梦着，感觉就是睡不着的样子。回去吧。多晚了？那好吧。再见了，万如。我回家了。你真的要走了吗？为什么？小姨说，折纸先生折到99颗，愿望就会实现的。小姨带我去演出的时候，我回来画的。不过小姨要出国了，没人带我去。我还是要回去上钢琴课的。好，我们一起。